以后还去不去老年合唱团飙高音了？啊，那就改学低音好了。哎呦，能飙高哎，吓死人了。妈，哎，春雨，我拿了。哎，正好啊，你们不是来了吗？你们俩办回家住两天，好好陪陪你爸。不行，他出差。又出差啊？啊，我又出差。妈，您给我吧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那他出差，你回家陪你爸住两天。 我这两天公司事儿特别多，有点忙。你多忙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比你爸健康还重要吗？妈，您跟我爸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会回家看您的。哎，把东西快放车上。嗯。爸，咱先上车说。走。真是。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反正我还得再住一个月，你看着办。我知道了。你睡卧室，我睡浴室。 那你再看看这个。鉴于之前咱俩签订的房子分割协议，我认为我有对屋子的使用权利，所以我写了一个同居合约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修改或者补充的。 同居合约，甲方钟晓芹，乙方陈宇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珍惜缘分、互利互惠双赢的原则，以及在互不伤害、互不损失的原则下，双方自愿签订如下协议：一，两人互不干涉对方生活自由，尽量做到不对话、不对事，有事微信沟通；二，同居期间不许把朋友带来家里聚餐；三。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四，轮流打扫卫生。一、三、五，钟晓芹；二、四、六，陈宇；周日休息。五，陈宇早上洗澡，钟晓芹晚上洗澡。六，钟晓芹不在家的时候，陈宇可以到主卧衣柜拿衣服，其余时间不许进入。七，双方应注意个人卫生，不准将脏衣服到处乱丢，不准使用卫生间后不冲水等。 本协议即日生效，至钟晓芹搬走之日起自动失效。乙方，你有意见吗？啊，乙方没意见。那你一会儿就把字签了吧。哎。哎，我之前让你把我的东西打包，你没动啊？啊，乙方，我没动。哼，光顾着跟你这些鱼玩了吧，可算没人碍你事儿。 沈杰爸爸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会安排好的。明天去机场的时候，身份证别忘了带。好。顾佳，哎，你好。哎呀，顾佳，怎么是你来接我呀？ 哎，这也太客气了，回去我得好好说说这俩事儿，他们也太晚了。那咱们回去再说。怎么，还给我安排惊喜了？没事，您把箱子给我吧。哦，咱们往这边走。哦，好。
我听我儿子说你们家的买卖做的也挺大呀，怎么你就开这么一车？这车也就30多万吧，没我儿子那好。当然，谁让我有那么能造的一儿媳妇呢？他一天班都不想上，就享受着吃啊喝啊，弄的全是物质的。我不一样，我也玩的是精神啊，我喜欢旅游。你看没有，就这回这毛里求斯，嘿，非洲那海岛，我看东南亚的没法比。所以这两天叔叔在朋友圈里又火了一把，高兴。哎，对了，这两天怎么没见他们俩发朋友圈啊？是吗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我到店儿再跟您说。哎，他们是不是又要塞一个老太太给我？相亲我可不去啊！哎，老哥哥，老哥哥，稳当点儿，稳当点儿。来，坐，这边。哎，这边，坐下啊，坐下，喝点水。我儿子呢？小王八蛋，这一准的听着他媳妇撺的，把我弄在养老院来了。这坐下，喝点水。顾家，你们也真可以，自己过得挺好吧？把你爸弄养老院来，现在又把我弄过来陪绑啊！这小王八蛋，知道自己啊做了缺德事儿没脸见我，派一个女的来押送我啊！这是给我使计呀！哼，他以为我是个体面人，不能对女的动粗。嘿，我今儿就不信了，谁也别拦着我，我现在就回家去。我叔叔，你回不了家了。你儿子公司出事了，人进去了，你儿媳妇带着俩孩子奔澳洲了，我闺女是临危受命，她也没别的办法。爸，哪有你这样的？不是说悠着点说吗？怎么都给全说了？一刀一刀也是腊肉，还不如机关枪一梭子给他秃噜了呢。他们已经接到我了，放心。今天咱们什么安排啊？今儿不带你去园子了，带你啊去找找灵感去。找灵感？去哪儿找灵感啊？哪儿排队咱去哪儿。夸张点吧，不就是冰淇淋？这么多人排队啊？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？你看这前后啊，都是年轻人。你不了解年轻人的喜好呀？怎么设计出烟花设计图？听着勉强有道理。有这么好吃吗？尝尝不就知道了。我要这个，你要哪个？咖啡味的。我买单啊。我不跟你抢。还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我推荐能有错？而且排队能让食物的美味程度增加3分，这是有心理学报告的。现代人啊，什么好味都尝过了，只有等待啊能让味蕾增厚。想要一个东西啊，只能等，因为会在心里啊百转千回它的滋味。你说美妙不美妙？这不就是饥饿营销吗？大叔，这样你的表情包要把自己更新起来。不行，大叔这个词啊都落伍了。他们走了，我们坐那儿吧。好。让我尝你。你的一点都不甜，还是我的甜。要不你尝我的？哎，不用了，我喜欢吃苦的。哇，羡慕，只有日子甜的人啊才能吃下，不像我。不行，我得买个更甜的，等我下。用不用去医院看看啊？没大事儿，所有指标都好着呢，就是一时受不了刺激昏厥。我估摸着快醒了，这样等醒了之后我再过来检查一下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去给他们点饭去吧。别了，您陪着他吧，你也没吃呢吧？啊，
我去吧。醒了，我叫人家。儿子，儿子，你看清楚了，你儿子有这么一脸的褶子吗？儿子，你说带我来旅游的就住这么一酒店啊？撑死了三星吧，还整了一标间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哎，这个，哎，给爸赶紧泡上啊，最好加根火腿肠。这顿咱们就这么凑合了，下顿可不再凑合啊！一定是海鲜烧烤那种，我要那个鲍鱼、龙虾呀，烤一盘的那种。哎，这你我不是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爸泡上啊！一会儿咱爷俩还下海游泳呢。啊，我，哎呀，我没病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不信？你看血压绝对正常啊！不信你们问我儿子。儿子，你赶紧进来！你告诉他们我身体好着呢。爸，你晚上一个人陪他行吗？没事儿，那么多人呢，实在不行带上六根绳子给他捆在床上。啊，你放心吧，赶紧回去吧，踏踏实实弄孩子去吧。那我明天一大早就过来啊。啊，你要弄不了他，就晚上喊人。行行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这受累的事儿全让我女儿干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赶紧说。就上次您提升职内训的事儿。后悔啦？啊，晚了，你不稀罕的东西别人都抢破头，哪还有名额等你啊？我是真的想认真工作了。你之前都在混日子的？啊，不是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让你拒绝了，别后悔。你倒比我想象的还不争气，还敢来问我啊？那就当我没问过吧。站住！我倒是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还能舍着脸回来找我？这可不是你的行事风格。徐总。我离婚了，啊！就上次您跟我说升职那事儿的时候，我刚查出来怀孕。我要是接受了您的好意，我不是黑心了吗？可是后来孩子没保住，就为这个离的婚啊？不是，不全是。反正您放心。我以后会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你有什么活都丢给我，我要重启我的人生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次再有机会，我想着你。谢谢徐总，那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嗯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是给徐总送文件的。你在门口站多久了？你是不是偷听来着？我没偷听啊，领导办公室有人，我就在门口站了会儿，顺便听到了。管好你的嘴，要是其他人知道我的事儿，揪掉你的牙。Thank you.
你看到 Tracy 没？他今天没来啊？他今天好像不来吧？我还想问他员工车位的事呢。想都别想了啊，就三个位子，早就没了啊。店长来了，赶紧去问。对对对，把这个间距都控制好了。店长好，您今天来巡店啊？哎呦，这几个月啊，一直忙着成都并店的事情，忙得我是焦头烂额的。幸亏这家店你 Tracy 帮我看着，再往前点。其实我一直都想谢谢您，特批了我的升职报告。哦，我听说是您亲自送到总部的。哼，你也算是给我争气了，现在是 supervisor 了吧？哎，对。晚上咱们员工聚餐，到时候再说。好好。哎，对呀，你看这个角度，把它摆摆好呀 ，Ada。对，就是那种最远的车位。我可以用我的名额帮你挤一个，但是每个月1000块也是要的。还是贵啊？这已经是我们物业自己的价格了。我知道，还是要搭上你人情的嘛。但是我是真开上车才知道啊。买得起车的不算本事，开得起车的才是。我随便算了算，我因为这个车，我一个月最少要花2000块钱。啊，这么多啊？那你还开吗？想开呀，毕竟还是挺舒服的。不过你这班上一天休一天，包月是不划算。哎，对了，之前我们调研周边的停车场，发现你出门过了天桥之后，马路对面有一个露天的，好像是一天12个小时以内30块钱。一天30？哎，那就算我加班的话，20天也才600啊。行啊，我觉得还挺省钱的。对呀，不过你要走一个天桥。那也靠谱，小晴，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！那你帮我定了吧。好嘞，拜拜。姐姐，你买车了？你很闲吗？我这可是在关心你。你刚刚不是说要停车位吗？我用不着停车位，我压根就不会开车。哦。啊，你不会开车？那天那个汽车电影院，你没去啊？赶紧回去写你的宣传方案。那今年还会再有并店吗？不好说，要看下半年的情况，反正也不是很乐观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偷衣服的后来还来过吗？都被我们抓现场了，还能来干嘛呀？说啊，那么有钱了还找这种刺激啊？变态啊！就是越有钱啊，怪癖越多，被他卖上可怕着。爱你，不可以吗？吃你的牛肉。好了好了，趁着你们一个个都没喝多，我先说一说今天聚会的主题吧。下个月呢，就是销售黄金月了，到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很辛苦的，所以今天这顿饭呢，就算提前给大家鼓鼓劲儿，加加油。现在的形势呢，不用我多说，你们应该每个人都很清楚，店铺都是末位淘汰制了啊！各位，虽然我们是占着一线城市的优势，但是对我们销售额要求是更高，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不能自满，加把劲儿哦！好，知道了，明白，知道了。这其二呢，就是我们亲爱的 Tracy， 马上要离职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所以今天就算给他送行吧，来灌醉他。那因为我个人原因啊，我没有办法再跟大家继续并肩作战了，所以你们加油，好不好？我先干为敬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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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哎，那 Tracy 离职了，我们店的副店可不空出来了。又轮不到你，又轮不到我。店长，我离职了之后，这个副店的位子可不可以让我们店的主管来补啊？嗯，啊，这就要看他们每个人的表现喽。哦，你们听到了啊？加油啦 ，Nancy， 给我倒酒，给他加满，三杯啊！怎么了？三杯啊！我会回来买东西的，你们要好好的补我，欢迎杨经理。你这车啊，
真挺好的。看到你们越来越好，我特别高兴。到底怎么回事，二副店？为什么突然离职？是你主动提的，还是总公司？我前段时间不是体检吗？就查出来这儿长了个包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具体的呢？活检的病历还在等，但是应该就是那个字了，跑不掉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没事的，医生都跟我说了，我这个不幸之中的万幸，这个是最懒的一种啦，只要他下刀干净，处理得好，我就跟没事人一样的。就是这个体力和精力上面呢，不能够太消耗，所以我想了想，还是辞了吧。那医生都这么说了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那你一定要乐观起来啊。我多乐观呀，你看我。但我就是觉得这个副店长的位子交到你手上，我会比较安心。你要不要争取一下？我行吗？我才刚升主管。你有什么不行的？有我呢，我在临走之前肯定会跟店长好好争取一下。干嘛呀你？开心点。那你刚才还喝酒啊？当然要喝了，喝一顿少一顿嘛，说不定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行了行了啊。那下次请我喝好不好？我不喝了。哎呦，你看吧你，干嘛呀你？我不喝酒了。儿子，你怎么不换衣裳啊？风雨太大了。我没有你水性好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我就是那海燕，我要游到对面的岛上去。对面的岛上关门了，有鲨鱼，出来找食，回头把你钓走了。这海里有鲨鱼吗？有啊，昨天就钓走一个。隔壁老王睡着觉就没气儿了。我们一定要战胜困难，一定要坚持。行了，你游吧，我睡觉了。风浪太大啊，悠着点儿。我一定坚持到胜利。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坚持，坚持。门在左边，谢谢。再往前走，探照灯就亮了，所有摄像头都对着你了，你就不愁没有观众了。还想脱了衣服再游一次泳吗？
走吧。我要知道今天这结果，平时我就不造了。我那儿媳妇也太狠了，带着孩子说走就走了。人家带着孩子走还算不错呢，这孤儿寡母的，你还想让人家怎么着啊？连你这当亲爹的不还靠装傻来逃避呢吗？我逃避什么了？我逃避什么了？公司破产了得清算吧，出了伤亡事故得赔偿吧，哪档的事儿不是块硬骨头？你这种逃避的心态我理解，可是人这一辈子谁不得碰上一两档子叫做意外的事儿啊？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道理，逃避没有用，而且越逃避损失越惨重。我告诉你，看好了，你是我从我闺女那儿领来的任务。我不是什么好人做善事儿，我就是心疼我闺女。顾家妈妈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他妈一没，我闺女别的没学会，就学会了有什么事儿自己扛。儿女就是咱们前世的债呀，没本事，咱们就当好那渡人的船，闭眼之前能送到哪儿送到哪儿，有本事。他们自己就是那条大游轮，那咱们也得当好那上边那救生艇，万一出什么事儿，咱们就是那个最后把他们送到岸边上的人。我说清楚了吧，老哥哥？我就是破船。吃早餐呢？哦，来，你吃了吗？吃了。嗯，沈叔叔，哎，我已经给您挂好号了，等您吃完早餐，带您去医院瞧瞧。那不用不用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你沈叔叔病好了。你昨天晚上，你爸，昨晚上都给我治好了。我爸什么时候会治病了？丫头啊，谢谢。什么时候能见沈杰呢？告诉我一声，带上我，或者让我见见他的律师。将来啊，那些费时间的、费体力的事儿，都让叔叔去办吧。不好再耽误你们了啊！杨先生，早。早，早啊，小琴。小琴早啊！早啊，小琴姐。早，早饭没吃呢吧？来，奶黄包，我多买了一份。谢谢李姐。哦，对了，小琴姐，这个是棒棒糖，水果味的，可甜可好吃了，记得吃啊。谢谢。小琴，小琴，帮你冲了杯咖啡，两包奶，三包糖啊！你要钱送我呀？姐懂的。小琴，吃点坚果，对身体好，对心情也好。啊？小琴啊，我家香蒂儿的宝贝，相声全集，烤一份啊。为什么呀？想当年你跟我失恋的时候，就靠这招撑过来的，你到时候记得烤啊。哎哎哎，一天时间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我离婚了，你嘴的速度比职场还快。这离婚是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，嘴都变毒了，承认了是吧？在所有人都把我当下菜的八卦讨论，看我像看流浪猫一样。你为什么这么怕人知道离婚啊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离婚连个新闻都不算，还能算丑闻吗？算不算也不用你替我宣扬啊，不想当焦点。一般呢，这么怕人知道自己离婚，
要么就是自己犯错了，心虚。你放屁！那就是没想真理，还想着有转圜的余地。你是哪种啊？我哪种都不是。算了，跟你说也说不通，你一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呀？你现在业务也已经熟练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的师徒关系正式解散，不要再跟我说话。哎，姐姐，我就是想跟你通报一下，徐总跟我说，今年的销售黄金月，让咱们俩大伙负责。但是他说，是你主动申请的工作，有这回事吗？他让我多协助协助你，但是我不能跟你说话，咱们怎么沟通啊？传纸条？只说工作以内的话。没问题。顾佳，问你件事儿啊，你们家那烟花厂增加一倍的生产量，这个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家呢新接手了常州一个乐园的运营管理，想按照北京的规模同样再来一趟，这个你们没问题啊？没问题啊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好的呀。老公，我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今天我又从于太太那儿拿了两个大单子，在明年春节的时候，咱们家的利润就可以多出500万来，咱们家一半的房贷都还了，再过2-3年，公司的利润就能直接翻番啊！哎，冷静啊，你说那大单靠不靠谱啊？那可是于太太的单，只要他们家的公司不倒，咱们家的公司就不会倒。走。多少米？这怎么用啊？手扶着后面有个钮。哦。对。看一下多少？6.5米。6.5米。来，再打这个方向，打到这边。多少？7.5米。行，我们去下一个点。到了。你说的这家餐厅也是家网红餐厅吗？没见有人排队啊。这是喂肚子的，不是喂眼睛的。我的宝藏餐馆。我忘告诉你了，我已经不吃晚饭了。你约人了？不是，晚饭我戒了。那你看我吃。我看你吃啊。嗯，我给你当好几天地陪了，你忍心看我饿肚子？行，下车我请你。好。哦，下了。慢点儿。这个季节的小龙虾最肥了，你只要不吃的话，得等明年。你为什么不吃晚饭？我体检查出来有点脂肪肝，我老婆说断食晚饭是现在全球最流行、最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不但呢能排出体内毒素的淤积，提高睡眠质量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神清气爽。我真不饿，啊？我不饿。一开始是有点不适应，我老婆说了，人21天就能养成一个新的习惯。这个年头这么听老婆话的男人啊，真细。哎。你听过蝉破土而出只能活7天吗？所以啊，他们毫无保留的蝉鸣，精彩的活着。你说要有一只蝉低头拼命的保留体力，结果就为了多活1天，它值吗？活到第8天的时候就剩自己了，你说他那时候是觉得庆幸呢，还是孤独？哎，你说这小说我还真看过，叫第8日的蝉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。哇，你也馋。长寿无趣，快乐无罪。
真不行，真不行，不能破戒。老板，加份面。好的。这么多还不够你吃的？吃完我打包。要不给你也打包吧？那我不吃，不吃，你吃。行，那我吃，你看着。对对对，就是对的。好，这个我清点好了。曼妮啊，这是李霍丹在副店长人选确定下来之前，你暂时来负责。拿着呀，发什么呆啊？快点！哎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以后早会分工还有业绩核算都是曼妮来负责，你们要好好配合她，听到没有？哦，知道了。行了，赶紧忙吧。行啊，抓紧吧，弄完早回家。哎，不是我说，这次副店啊，肯定是你没错了啊，我可是预言家。那我到时候拜拜你啊。哎，拜就算了，不要爱上我啊。啊，又来，占我们便宜，占我们便宜，占我们便宜。啊，你们占我便宜好不好？谁占你便宜了？我明天就回去了，都不正眼看我。你说下次你再回来，我是不是已经当副店长了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你知道副店长最大的福利是什么吗？我们集团的规矩，副店长可以去香港总部培训半年。可以去香港，哎，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可以见面了。那你要真的努力啊，先当上这个副店长。如果这次我真的能升的话，那简直就是业内传说了，从来没有过谁能升得这么快。哇，好厉害呀。哎，不要用美色迷惑我，我要专心。如果我能把店长给我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呢，他就能看到我的能力了。到时候呢，换我给你买车。我不要买车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放我下来！先去休息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！姐姐，你干嘛去啊？翘班啊？工作完成了吗？我正要去工作呢。你骗谁啊？什么工作要到外面去完成？怎么，不信我呀？那你跟我一块儿去监工我吧。算我多嘴。怎么了？干嘛呀？你拉我干嘛？上车吧。不用，我打车。何必呢？你又不是没坐过。上次是紧急情况，你这肉包铁，不要命才坐第二次。时间，你带我来什么地方啊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怎么，还怕我把你拐卖了？咱们先逛逛，我给他们负责人打个电话。钟晓阳，死性不改啊，还是改不了迟到的臭毛病。没辙，上海这么堵，我领导呢，他非要打车来，是吧，领导？领导好，我是去时光的橙子。哦，你好，我是钟晓芹。胖子，这边两杯咖啡啊。好嘞。哎呀，哎，你们在这坐会儿啊，我喊人开会去。好。哎，快点啊，别让我领导等时间长了。放心吧，准备一下开会啊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辛苦。
虽然是家公司，跟我们那儿完全不一样。这装的跟游乐场似的。当然了，人家这是新媒体公司。我知道这家新媒体公司啊，这两年特别火，之前给他们发邮件求合作来着，人家根本都没回，所以王经纬他们才停止接触的。哎，你认识他们的人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这两天刚认识啊。啊？现在大家对这个微博推广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意见。我反对，投我觉得。反对无效。那就这样，散会。成，那我们就按照今天你的，尽快给你们出一个定制方案，都是大 V 和大公众号的落地推文。行，那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你们在这坐会儿啊，我去给你们出合同。好，那边有吃的喝的，你们自便啊。好。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顺利吗？为什么呀？又来。我已经提前来了三次了。我早就发现咱们公司市场部那些大哥大姐们的毛病了，能发邮件不打电话，要能打电话绝对不出门。其实有很多事情呢，就是靠出门聊出来、碰撞出来的。只要你肯走出去，就会发现有无限的机会和惊喜正在等待着你。我去拿饮料，你想喝什么？乌龙茶。对。